是那么的遥远。我今天的行程是，首先我来到了浦东，对吧？然后我从浦东坐飞机到佛山，然后再从佛山去增城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婚礼。哇，真绝了！想想这个行程我就觉得非常的紧张刺激，估计要耗时我一整个白天才能够完成。觉得我的朋友他必须要感动，不然我觉得我白来了，太让人难过了。问题来了，请问结婚要给多少份子钱呢？请回答。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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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回答。Costa， 让我们来一杯 Costa， 来叫醒自己的大脑。哇，是什么新的 flavor？妆化完了，你们看，今天我在下面画了红色的眼影，然后上面是紫色的，然后拼了一款橘朵跟爱丽小屋的眼影，分别是 G33 在这，上面那个闪的是爱丽小屋的 PK016，看上面这一层是很漂亮的粉色的闪。下面的紫色的眼影呢，就是 Too Cool for School 的11号，在这里。大部分红色的眼影呢，是这个爱丽小屋的2D301。That's all。口红用的是 R600。每次回家都在这里录视频，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常用拍摄场地。谢谢谢谢。好可怕，你也拍出来了。对不起，就是到处选地方睡觉。真的好吓人，这个爪子能不能收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对你没有丝毫的敌意，对吗？继续睡觉吗？哎，我们现在到了酒店，但是估计好像时间有一点晚，迟到了很久。超级久，都怪都是为等他，都是为等他，都怪我，我要放了，我们要准备红包了。
成年的新娘，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姐妹团的伴手礼香水，哇，你看，还有口红，一个雕的口红啊，我柠檬了，我酸了，你早知道就请多点假，没关系，你又是999吗？对，999吗？都是999啊，我那只999正好快用完了，好会哦，刚刚姐妹团没白来吗？没白来，真的没白来，赚了，哇，太赚了，我跟你说。你看那个人，你把镜头转向他，他没有给我伴手礼，没有学到。你快点，你现在教我，你然后我教你干嘛？我去当你的姐妹，然后你就会当你的姐妹。是那种很漂亮的印度女吗？印度新娘啊！你们以后肯定会生一个印度小孩吗？很漂亮的黑宝宝，这个像印度人，真的好像印度新娘哦，哎呀，累死人，好辛苦啊、哦。谢谢，看起来好棒。知名 UP 主唯一酱为我做的
糖醋排骨，谢谢您，谢谢您。不谢，不要把我的保暖内衣拍进来。你反正你都入境的事。我回来了，我这几天一直在休息，然后就没有怎么拍 vlog， 因为我最近太累了。然后妈妈要我好好调养身体。等一下，我现在在浦东机场嘛，等一下就要去 Seven Senses 的排练，到了立刻，然后晚上公演。其实我有点困。罗森出了这个双蛋黄的冰淇淋，超级棒的，好想试一下。好神奇的感觉，你看，超级可爱的冰淇淋，真的可以吗？你看，真的有咸蛋黄的味道，它真的非常浓郁，特别是咬到中间这个黄色的时候，就觉得哇！绵羊 TV 的素材，对，喜欢咸蛋黄的这种感觉。推荐大家吃咸蛋黄的罗森冰淇淋啊，不是罗森的咸蛋黄冰淇淋。很棒。哎，今天就变成了元气的公演少女了。上个公演搞东搞西，花绿翡翠，你看还有桃花，绿翡翠是翡翠吗？才不是，哇，假的，很剔透，可以摸一下吗？你随便摸，哎呀，好贵，有点过分。你说的假的，他们也不。哇，这个好像珠是真的吗？十几块钱，你抠下来一个，又戴这个又戴这个的，上个天啊！你这样，哎，你看，他招桃花，你戴个，我有什么？我有手表，你戴个这个就可以了。我有我的夜光手表。大家可以看到，经过我朋友的调教，我今天很认真的画了我的妆容。首先呢是眉毛，他说画的越长脸越小，我就很认真的拉长。哎，不过现在已经晕掉了，就是眼看吧，脸好像会小那么一点。然后我还画了内眼角，因为他说这样看起来眼睛会比较大，比较不像杰尼龟。然后我就画了。然后今天，大家都说我炸弹马尾好看。好了，很开心，我剪视频，然后明天工作、洗澡、洗头，拜拜。排练的一天，我手机又拿了。走了，赵经理。啊，你看拿了个牌子。我的酱料。之前吃过一次，应该是。已经开始了。向你鉴定。我很怕。他第一次吃。风口摇。我没上，他那个肥牛上过了。好嘞。这块好油，开口已经准备了，准备好油吗？它是那种脆脆的感觉吗？日筋呢？就是煮久了就是这样。其实牛就没有很多的地方，这是骨头吧？不，它就是油，没骨头，好吃吗？不油吧？嗯，对，真的有两个傻子。继续，这个口感很难做食品的。加油！拖着板过来，导演说拖着板过来了。大家就滑板滑板，他举铁。好像一个那种战士。抬起来。抬起来，哦，抬起来了，吓死。公演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们还在拍摄，希望自己明天公演不困吧。现在在便利店买东西，可能要拍到凌晨两三点左右。我觉得我睡觉的时间可能只有三四个小时吧，最近两次都是这个样子。好，我也要把你拍进。你要拍 vlog 了吗？拍了，这次的特殊。让一下，让一下。这位女士，
我是来拍 MV。快快快！就是凌晨的星梦剧院，凌晨的扎心路，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很精神，我们要公演了，耀眼的拂晓，凌晨两点的公演，真的有人看吗？师姐，不是还有点尴尬，不是第一次录宝了吧？他早就录过猫了。没有，我只是录了猫，没有录过人。只录过猫，没有录过人。肖像，来，这个时候应该录一下狗。猫狗大战。你们很像那种未来的猫狗，就穿的这么未来感。对。好想回去。自从大家有了猫以后，大家都变得母性泛滥。天哪，每天生活里只有这些东西。你看，哎，他手机也不录了，一直在我的相机，我就在那手机。天知道，还有那个6个小时以后我又要来这儿了。我真的觉得不用离开这儿，直接睡在那个对面的那个贵宾厅了。哎呦，他腿很硬。吃晚饭了吗？이젠돌려말하지않을게너가내거에충족해서모두가모르지那你吃了晚饭？你吃了没有？吃了晚饭？哦，吃了。小陈，这种没脑子的人，晚饭不吃也罢。生无可恋，今天生无可恋了，生无可恋。现在是凌晨2:39，开车回去应该就要三点多，卸个妆，洗个澡。我决定不卸妆了。
我努力不到太极，爱你多的不是美景。The police so I'm crazy, I'm not your couch of ice. Nothing can stop me, cause I'm too happy. TV 到这里就结束了。当时这段时间过真的还蛮辛苦，因为什么排练、公演什么都夹杂在一起，所以睡眠时间很少。当时觉得很崩溃，公演效果也不好，还好艰难度过了。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应援会哦，记得收藏点赞哦，拜。